哥哥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哥哥，都说没法治，都怪我没本事。这两天就是秋秋的生日了，我没办法陪着他。<笑>这枚平安符是我前段时间亲手做的，本来是大小。 求求过生日那天再给。喂，那秋菊一定要平平安安的长大，正雄，他以后一定要照顾好秋菊。我一定照顾秋菊。 哥哥，哥哥，啊！爸爸，球球真乖。妈妈，你看，他的娃娃好丑。球球。 你要过生日了，你是不是想要一个新的洋娃娃呀？你在这等爸爸一会儿，爸爸很快就回来。你好，给我拿一个布娃娃。球球，球球，球球，球球。 你都两天没吃饭了，饿坏了吧？爸爸，我要爸爸。不吃就别吃了，你饿他们看着听不听？哎，还是饿了，还嫌太小，可不行那么饿。反正也饿不死，现在不好好传授他，以后怎么给你的傻儿子当媳妇了？我告诉你，爸不要你了。 爸爸，你在哪里？那就是我家，那就是我要娃娃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你爹，我就是你娘，记住了吗？爸，你没见过一个小女孩，但是这么高，拿一个布娃娃。娇娇，娇娇。 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女孩子从小就要学会干活，不洗碗不许吃饭，听见了吗？哇，吃点干活了，先吃点东西，吃吧，慢点吃，别噎着啊。 同志们，7年了，这7年来，我们合成集团设立的“让宝贝回家”公益基金，投入的资金已经过了10,000，已经帮助17,856个家庭找回了自己的孩子。我相信，会有更多的家庭因为我们“让宝贝回家”而重新团聚。 九九，10年了，你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陆总，杨家村的采石场建造项目已经就要开始动工了，奠基仪式需要您出一下面。爸，我回来了。行了，下一个。放开我！行了，行了。 你没事吧？你给我让开！
自己的亲儿子不管，倒是关心起一个外人来。反正你也不止大力的人，他碰一下怎么能？难不成你还要打他吗？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我跟你们家就不能消停点啊？杨万同志，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咱们村这个拆迁款呢，我已经给你们家申请，加到4万了。啊，4万！你呀，赶紧把字签了。现在呀，就差你们家没签字了。我可警告你啊，合成集团那个赵老板。 那可是个狠角色，他现在呀就在外面。签字。大总，讨厌。美女，过来玩啊！哎，别走啊！没想到山沟沟里还有这么水灵的妞呢。 让我难做吧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小事。大弟，咱们这个村子离哪儿都远，他顶多在村子里转转，那媳妇儿啊，跑不了。你啊，自签了吧？他等什么？村长，4万有点少了，多少再加一点。我梁红啊，你别不知好歹啊，4万还嫌少啊？ 你知道上一个不签字的人现在什么下场吗？差不多得了，别惹事儿。闭嘴，村长，您看看我们家这回废病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得治。您再看大力这孩子，我们也不容易呀、啊。您得再给我们家。啊，小红，我告诉你啊，别让我难做。行。给他加了6万。陆总。 还有一件事儿，也是关于杨家村的采石场建造项目。最近我们收到了一些举报信，反映在拆迁问题上，好像有人强拆。强拆？我不是说过绝对不允许强拆现象的存在吗？这一定不是公司层面的决策，可能是负责人的个人行为。给我查，我倒是要看看是谁胆子这么大。是。对了，近期有没有关于球球下落的消息？陆总，7年来。 我们找遍了大江南北，我觉得您的女儿很可能找不回来了。找不到就一直找，只要我不死，我不会放弃寻找女儿的。赵总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合成集团的赵总，负责咱们村子的拆迁。赵总，喂，刚才跑出去那个是你女儿？行。 这样，再给你加2万，你女儿以后就跟我混了。烦不烦？你别玩去！我要进来！我要进来！我要进来！你可是不是很快？以后还给大力做媳妇呢！闭嘴！有了这6万块，什么样的女人娶不到？明白人，让拿手印，签了吧，他等什么？ 龙同学，你考上了！龙同学，你考上了！我考上什么了？龙同学，你是咱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位考上清北大学的，恭喜你，你的梦想要成真了！我看看，我真的考上清北了，我是不是就能走入六大山了？ 妈妈，一定是您的在天之灵保佑我。爸，等我走出了大山，我就去找你。哦，对了，镇里为了奖励你考上清北大学，你的大学4年学费啊，镇里全包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，老师？啊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其他老师去，这个通知书啊可千万不要丢了。我先走了啊，走了。谢谢老师。 车怎么丢了？好像撞到人了，先去看看。小同志没事吧？
没事，陆总没什么大碍，没有撞上。你就不要吃自己的娃娃。这是这个娃娃，我小时候也有一个。 这个娃娃我小时候也有一个，记得那个时候这玩意儿稀奇的很。到后来就到处都是了，怎么了呢，陆总？你在说什么？陆总，前面就是杨家村了。根据调查，杨家村的拆迁负责人这几天强拆了好几户人家，还打伤了好几个村民。这个人现在在哪儿？他叫赵宏伟，下面的人说他现在在村民杨帆的家里。这户人家好像还是个丁字户。 丁字户，行，我知道了。你先去施工现场，回去看看。哎，陆总，就安排人和你一起吗？不用，我到这了，你帮我准备工作就行。啊。爸，我考上大学了。什么清北清南的？ 不大学不花钱呢，要不是因为我们家里连个识字的都没有，连高中都读不了。妈，我上大学不需要花钱，镇上把我的学费都免了。我求您了，您就让我去清北吧，我真的很想上大学。别瞎行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大力向您开这个枪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呀，人家赵总看上你了，你就偷偷的乐，等着享清福吧，啊！爸，什么叫跟着他享清福啊？喂，跟着我，你照样上大学，你还不用伺候他们？可不就是享清福吗？<笑>跟着赵总到城里吃香的喝辣的。 你待在这儿捐的一个傻子钱吧，赵总为了你，多给你们家2万拆迁款。爸，你帮我求求妈妈，我真的很想上大学，行吗？爸，对不起，这事我不说了，算不了了，这个家不是我说了算。你不是想上大学吗？我给你撕了，看你怎么上！别撕，别撕，我想上大学。 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你就老老实实的跟着赵总。我会把大力当成我亲弟弟的，我想嫁给这个男人。喂，他今天要是不跟我，你们的拆迁一分的别想。你别忘了，你们村里面那些不配合的刺儿头，我是怎么对的？赵总，您放心。 今天必须把盛明组织除犯，他不得不跟你一次。我们今天亲自帮你守着，把门关上。我要上大学，我要找我爸。还找你爸，我们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养不出这白眼狼，还敢找你爸？爸，求求你帮帮我，啊！你呢？ 你还去点话，少点罪吧。这个赵总啊，是不会亏待你的。我警告你，今天就是把你给绑了，你也必须跟赵总把事给我办了。老陆也是我们的女儿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不是个窝囊废，你那几年的废病你不治了，咱那傻儿子不娶老婆了，你不绑是吧？我来绑。 别疼了我！别疼！对不起，是爸拖累了你，要不是那句话，你早就离开这座大山。对不起，这个家爸做不了主。哎呀呀呀呀！你乖乖听话吧。这何必呢？啊！
王总，事先说好了，他现在归你了。我们那6万块呢？放心，手印断了，钱少不了你。解冻，解冻。小美人，我走了。请问，这是杨帆同志家吗？你谁呀？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这是我的家事，你管得着吗？我请了，你给我老实点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对一个女孩做这样的事情，你们眼里还有法律吗？这是我的女儿，你管得着吗？给我滚出去！你是合成集团的工人吧？妈的，死缺德！谁叫你进来的？你还敢跑到这儿来？工作谁呀？你又是谁啊？我是谁？ 张大姐的表演看清楚，老子赵宏伟，这拆迁的负责人，你的领导。我不想跟这个男的走。你给我闭嘴！这价钱都说好了，你说不走就不走。哎，今天由我在这儿，你看谁敢对他动手？你瞎呀？没看见有人闯你家，对你老婆动手吗？这手艺大，你少管。家事。 你们对自己亲生女儿做这样的事情，还把她拱手让人，真是连畜生都不如！傻子，他来信呢。来人，年轻人，我劝你动手之前考虑好后果。后果，在这三分地上，老子先。他们人太多了，你别管我了，你快走。丫头别怕，侮辱的。 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今天只要你愿意，我今天就带你离开。你别管我，你快走吧！比你个残废，你还想带他走，门儿都没有。我倒要看看，就凭你个死缺，怎么护得住他？你们跟我动手，后果你们承担不起。这么嚣张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天王老子呢。给我打！小心！哎。 没事吧？这没平安符，他来世大劫，求求过生日那天再给。求求！求求小鬼仙！求求！ 舅舅，老子让你打这个废物，你打他干嘛？妈的，他要是出事，老子让你把这新闻全给我。哎，这可是你动手打的人，万一打坏了，那6万块一分不能少啊！啥钱都什么时候？这就是这个。哎，去哪儿？让开！让开！往哪儿让？你把人家小妮子搞成这样。 你不用复杂，我会放过你的。在这人命关天，你给我让开！嘿，差点就被你吓了。我倒要看看，别人怎么不放过我了啊！不能放他走！哎呀，那……喂，我叫村民130，给我叫辆救护车。另外，把公司所有人都带来。 村长，人呢？我们的人呢？有人把大力家的媳妇带走，都给我过来！啊！求求，求求，想回家。刘，爸爸带你回家啊！你一送民工会有这个？说了，哎，说了。 是谁？就是他，他要把大力的媳妇儿给带走。一个死瘸子也敢来我庄村闹事儿？她是我女儿，不是谁家的媳妇儿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她明明是我的女儿。她脖子上戴的这个护身符，是他妈亲自给她做的。她就是我10年之前被拐走的女儿。就算杨蓉蓉真的是你女儿。
我们也不可能让你把他带走，这么做只会害了自己，害了整个村子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们这么做是违法乱纪，你这是助纣为虐。<笑>你还不知道吧？这个村子地方偏远，根本就没有女人愿意嫁过来，很多女人都是这样的。你想不起来了？赵总，这是哪儿的话？我们这个村子女娃本来就少，再不自己想点办法，恐怕这个村子估计绝后。 行了，我也不跟你们废话了，人呢，我就先带着，不然等下出了人命，那我这钱不就白花了？<笑>等一下，我出钱，只要你们放我们离开，另外，所有被拐的这儿的女孩，我都出钱，开个价吧。又是个臭搬砖的，还缺了条腿，你们几个钱？算了。 知道，10万，每个人10万。10万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，这可是比咱们的赔偿款还要多好几倍呀！你身上有这么多钱吗？只要你们答应，让我们离开，我现在就签，每个人10万。拿过来，就是一沓的废纸，你蒙谁呢你？对呀，一张废纸就值10万，你蒙谁呢？ 我是爸爸呀，求求我，我又没有动，都是爸爸的错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哟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上演一场任性的戏吗？我真是太感动了。<笑> 你这么可怕的看住，人家好怕怕哦！<笑>这样，我也给你点钱，让他跟我走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没有资格接近我女儿。大家都在这干嘛呢？李老师，你这是？哦，这不荣荣考上清北大学吗？ 他可是咱镇上第一个清北大学学生，我们老师啊想着给他凑了点钱。乔乔，你考上清北了，没想到我女儿这么优秀。哎，李老师，这心意我们交给蓉蓉就行了，你呀还是先忙你的去吧。嗯，李老师，哎，李老师，哎。 就这么点儿，反正学业上不成了，把钱还回去吧。老师们工资都不高，钱到我手上就是我的了。小舅，你说反正学业上不成了是什么意思？不许通知书，别撕。好啊，你是真好。你看看你，别再乱操心了。 以后你女儿跟老何成亲，她的老总吃香的喝辣的，总比跟着你这个窝囊废强。你呀，得罪了赵总，现在能不能出村还是问题呢。妈，我已经答应你，不上大学，我跟这个男人结婚，我求求你放过我爸，行不行啊？哼，知道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要不着求他们，起来。爸。 根本不了解，你跟我好，你根本就弄不过他。你先起来。女儿能再见到你已经很开心了，这些年我不能好好照顾你，以后女儿也不能陪在你身边了。求求，求求，你早这样不就行了吧？赵总，你快点。 乔乔，起来。当年爸爸没有能力，没能保护好你妈。但是今天，我看谁有本事把你从我身边夺走。
小舅，这些年都是爸爸的错，让你在这受了这么多年的苦。但是现在虽然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屈服。你看看他们，卖儿育女的和欺男霸女的，蛇鼠一窝。你，在整个村子流氓土匪的保护之下，无法无天。 小舅，面对这样的人，我们不能屈服。我们的屈服和恐惧，是这个世界阴暗的养料，会助长他们，让他们成为大鳄。说的是太好了，我都快哭了。大善人，那你该怎么在他们面前不低头？又该拿什么来反抗我们？ 你们会得到你们应有的惩罚。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啊，敢和这样撒谎！哎，你管我都这么长啊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和尚集团的人。你们这是？你们这么多人围着陆总，我们要保证陆总的安全。陆总，这谁是陆总？ 是啊，大家都是和尚集团的人，是个误会。陆总怎么可能会来这儿呢？陆总，陆总，他不就是个死瘸子吗？怎么可能会是陆总？赵宏伟，集团掌握了你大量贪污受贿、暴力强拆的证据。 现在罢免你的职位，日后针对你的不法行为追究到底，你还有什么权利？我跟他，你绝对不可能。陆秘书，把这个村子给解决了。陆总，我们所有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原本以为这个村子民风淳朴，这个村子的村民急需我们集团的帮助，改善他们的生活。 可是不来不知道啊，真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。陆总不能停啊，苏联后半辈子都指望这个了。陆总，是我有眼，不是他，是我没看见你。完了，陆总，求求你饶了我。饶了你？你借着集团的名义，在外面欺男霸女，今天要不是碰到我，不知道有多少好人家的女儿。 造你的毒手，还有你，身为一村之长，目无法，助纣为虐。爸爸既然是一家公司的老总，我饶了你，我对不起我自己，更对不起那些被你欺压的百姓。陆总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我们不知道你是孩子的父亲啊，陆总。你的意思是别人家的儿女就可以？我错了，陆总。 你原谅我们吧，陆总。赵秘书，让公司法务部的人全体出动，依法处置他们所有人。陆总，得亏你没什么大碍啊，不然爸爸真的自责死了。 陆总，那咱们搁置的那批材料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这个项目不行，咱们就做下一个项目。陆家村那个项目怎么样了？已经完善了。那就把这些材料运到陆家村去，做那个农庄改造的项目。刚好我也可以带小九回去一趟。这个地方不值得我们投入。陆家村是哪儿？ 陆家村是咱们的家，但是去那儿之前，我要先带你去看看你妈。可亲，咱们的球球找到了，我带他来看一下。 Thank you.
小九，当年你走丢的时候还小，你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记得了，我一直跟着他们姓杨。傻孩子，你姓陆，你叫陆明月，这是你妈妈给你取的名字。你脖子上戴的护身符，这是你妈妈亲手制作的。陆明月。 陆正雄，爸，叔叔，你凭什么打人啊？小九，他是你舅舅，这么多年一点手续都没有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如果找不到球球，就算我死了，也没脸下去见可亲。赵大雄，哼，带孩子来见他妈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。看看你。 这么多年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我现在，你现在怎么了？看你这样子，跟当年有什么区别？啊？你能照顾好孩子吗？当然可以。你可以个屁！可亲刚走，你就把孩子丢了。看看，现在孩子这样子，要是让可亲看见。 你身上留着林家的血，你随时可以来林家。可亲当年就是被你们林家害死的，他不可能趁你们林家。我们林家不会亏待你。我是不会丢下我爸爸的。小九，以前的很多事儿，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说。 要给妈妈道个别，爸带你去买衣服。去哪儿了？出去逛了。说了多少次了？他当初既然选择放弃了我林家，就不再是我林家。以后呀，你就别再去了。知道了。我希望。 留下的那个小孽种也丢了，不然你该带回来的，好歹让留着是我林家的血。爸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家。十多年了，当年我把你弄丢的时候，你爷爷还说找不到你就不让我回去。<笑>现在既然老天爷把你送到我身边了，也应该回去跟爷爷说一声。回家。 您是怕林家来找我吧？都有。爸，您放心，我离开您这么久，这一次我一定不会再把您弄丢了。好。陆总，在陆家村的人说，今天陆家村热闹异常，好像是有什么大事儿。今天好像确实是祭祖日，按理说今年应该轮到我们家上头。 头香，什么头香？每年祭祖的时候，会有一脉有头有脸的人来上头香，会给整个宗族带来鸿运，而上头香之人也会得到整个宗族和先祖的庇佑，更进一步。这么多讲究呢？这些事原来我只在书本上看着。哎，爸，那我们是大家族吗？那当然，东阳陆氏，咱们祖宗可都是名门望族啊。那。 咱们有族谱吗？因为我们老师说，只要是大家族的斗族的。可是我这么多年没回去了，我连你妈妈的名字也没写进去。那以后我有没有机会？当然。儿子，求嫁父路。 你带上，这是乡亲们一点一点给你凑上的。将来有出息了，别忘了乡亲们。你们保重身体。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，等回去的时候，爷爷奶奶见到你，肯定会特别高兴。马上就是陆家村三年一次的祭祖。
今年的头香还是让浩游一家子来吧。族长，这都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，论资排辈，族谱一页一页的翻，也该轮到我们家了。浩游现今可是在云城的那个合成集团里面做主管，在大城市里面挣大钱，你家凭什么？你那个儿子陆正行都多少年没回过家了，谁来给你们上头香？是啊，咱们村子后边那条大马路不就浩游给铺的吗？这都给咱们办的实事，大家都看见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志行叔，不是我说，这陆正行这么多年不回来，还一直落蔫了，我们等着。啊，你是实在不忍心瞒着你们了。你看见邓雄了？哎，也就是在七八年前，也是在云城。我那时候看着邓雄从派出所里走出来，不知道是不是犯了什么事儿。胡说，邓雄不是那儿的孩子。他这么多年没回来了，估计啊是关进去，到现在没放出来。志行叔，你二老啊也别太难过，这说不准呢，邓雄哥有他的难隐之处。祭祖的头香可耽误的，族长，您看，要不志行，你家郑兄坐了牢，这件事在咱们东阳楼市已经很久没发生了。按照祖宗的规矩，你这当家人要被执行家法的，毕竟这事给祖上闷了羞。没事，族长，这都是没有凭据的事啊。志行叔，你要这么说。就是我在骗大伙儿，我陆浩友对祖宗发誓，我那时候确实在派出所看着了陆正雄。我刚才说的事一定要办，您放心。你看那边人来人往的，好热闹。你是志祥家的孩子？您是太叔？对，快叫爷爷。爷爷。哎呀，坏了！你快去祠堂看看看你爸爸。我爸怎么了？世言主君，天伦主君。孝弟忠心，代代相传。幸为磊落，天地可见。妻德昭昭，功若日炫。啊！妈，儿子，快，你看，妈，妈，妈，儿子不孝。儿子多年没有回家，今天儿子回来了。儿子，你的腿。妈，我没事。你咋这么狠心呢？这么多年没有一点消息。妈，儿子不孝。嘘。这。哦，这是您的孙女，乔乔啊！我找了十多年，终于找到她了。起来了，郑兄回来了。族长，你别跪我，去到祖宗面前跪着。你知道这么多年村里是怎么说你的？大伙说你死了，你死在外面了，还有的说你做了伤天害理事，被抓进去了，关进去了。我倒是还不如真的相信你就是死了。爸，爸，这么多年我谨记您的教诲，
我从来没有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。那你这么多年为什么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怎么回事？这之前啊，那个浩游说在城市里派出所看见你，可能你是进去了。刚刚你爸也是因为这件事被那组长。你没事吧？只要你没犯罪，爸就没你白挨。组长，您说你也不弄清楚。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，家规如此，你怎么能怪组长呢？就是你说我被抓进去了。是我，我那时候在派出所见到你的时候，你穿的破破烂烂。怎么，现在带个赔钱货回来，充大尾巴狼呢？没事。爸不会让你受欺负的。你想过造谣的后果吗？还造谣？你敢说我那时候在派出所见到的不是您？我那是……大友听到了吧？他自己承认了。像你这种给祖宗抹黑的人，别说家法了，你们家还想上头香？是啊，这头香要是让他给上了，整个公司得多晦气啊！还带着个赔钱货回来，这以后啊，陆之行这一脉怕是嫉妒连乡都上不成了。这些年我为村里做了多少事，大家有目共睹，反而倒是你犯了事在外边躲了这么多年，连自己的爸妈都不认。像你这种不义不孝顺，应该逐出宗族。逐出宗族？那这些年我为陆家村办的事，修的路难道都喂了狗了吗？这么多年连家都不敢回，这一回来居然就敢说这路是他修的，谁信呢？亏了这么多年大伙给他臭路费，让他出去长长见识，这回来了满嘴的谎话。儿啊，这头香给他们也就给了，可不能啥都说呀。我是怎么教你的？贪功冒领不可取。可是我爸爸说的是真的。宗族说话，一个小女孩随便插嘴。这样说，我看你家的家教确实不太行。地上，这边没你的事儿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女儿说话也要经过你的同意。她真把自己当大人物了。她确实是你女儿，要不然怎么能帮着你一起骗大伙啊？你胡说，我没有骗人。告诉你，这个村子的路，包括这个村子的改造发展，都是我一口一口向济南求来的。都是你爸想的，就他这个废物，他在干什么？来，等等。你说这个村子的工程都是你一口一口跟合成集团求来的。好，今天在这祠堂上，你当着祖宗的面跟大伙说说，你是怎么求合成集团的，合成集团又是怎么看中我们村子，他怎么可以把几千万的项目投在这个偏僻的村子？什么几千万？这村子失去了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以为你是合成集团的总裁吗？他是。陆总，您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。合成集团准备向陆家村投资2000万，作为农庄开发项目的启动资金。项目的具体规划都在这份合同里。组长，这事儿就劳烦您费心。两个字。啊？怎么可能？你看给他装的。就是，你看他拄那个拐棍，谁家好人拄这样式的拐棍啊？怎么看？这么多，这么多钱！哎呀，我真是服了你，真是富贵逼人呀！这些钱原本就是给你们的，但是现在。等等，这些钱是你做生意赚来的，那你为什么不回家？就算你回家，这些钱也不会跑啊！陆总这些年四处奔波，一直在找小姐的踪迹，但是他对陆家村的发展还是十分关心的。你给陆家村修的路，本来就是陆总的。我做的生意都是合情合法。不可能，
何将军早在前前一日杀你继父，虽然何将军他是你的，那为什么我见到你？妈，您看这头像，啊，合情合理，啊，合情合理。啊、今日这头像啊，谁也代替不了你，还是你自己。哈哈哈。 族长，祭祖仪式现在就开始。东阳图氏甲辰年祭祖大典现在开始。请投香，恭喜五祖英灵长存，明鉴万物，佑祖孙。 家族兴旺，士农工商各行所业，知书明理，因才辈出，缅怀祖德，齐戒馨香，皇权有爵，当之无成，福为上享。 求求，来，你也过来上炷香吧。郑雄，万万不可，女人万万不可进祠堂。郑雄，我跟你爹结婚大半辈子了，一次也没进过祠堂，规矩就是规矩。妈，我不单单是想让球球过来上炷香，我想让球球。 进入咱陆家的族谱，胡闹！哪有女人进族谱的说法？振雄，我不管你是这个族内，你想女人入我们，不是族谱，那是给祖上脸张抹黑。女人怎么能进我们？不是族谱呢？先生，请息事。我这是离家太久，忘了规矩了。爸，还是算了吧。乔乔，是我女。 我不希望有人叫你赔钱货，我也不忍心看着一整个宗族的人继续对愚昧下去。我更不希望有一天你再次回到这里，感受到任何异样的眼光。女子不得入族，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，遵照千年未改。千年未变就没错吗？祖宗之法就是真理吗？这些年，我为了找球球，成立了公益基金，我已经帮助2万多个家庭找回了自己的孩子。 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还有更多的孩子没有被找到，他们的数目远超你们的想象。他们其中很多都是女孩，他们被遗弃，被送养，甚至有一天找到他们也无人认亲。我作为一名父亲，我感到很心痛，因为我自己的女儿也曾经和他们一样，孤身一人，漂流在外。他们被忽视，被忽略。 被随意的处置，女人是母亲，是生命的源泉，是万物的开始。但是在我们这里，他们却遭了轻视，被叫做什么赔钱货，甚至连在一张白纸上写上姓名这样简单的事情，都要在这里商讨半天。对，他们是女人，但他们也姓陆，他们养育了我们，难道他们的脚？ 就不应该踏入我们陆家的祠堂吗？闭嘴！是陆族人吗？肯定是你，惹怒了先祖，真想惩罚我们！村长，村子外面来了一大帮的施工队，刚才可能是他们的大货车。什么施工队？这是你干的？各位。 听我说，原本我打算投资2000万，在我们农庄建设项目，但是随着规模扩大，我决定追加投资到5000万。5000万能把整个陆家村翻一个天吗？这多出来的3000万，我决定以我女儿的名，陆明月，投资者。
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老祖宗留下的规矩，行了多少，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。诸位，时代在进步，我们陆氏后人以祖先为荣，以陆氏为荣。如果此时此刻我们追求进步，我相信我们的祖宗在九泉之下也会为我们行人感到无限的荣耀。清除族谱。先谢过族长。族长，可族委开前列啊！你别以为我老糊涂。相信你因事业有成，帮助咱们陆家村脱胎换骨，这也是公主我做的事。你们一个个都是咱俩正兴的光。族长言重了。族长，还烦请您把我妻子还有我母亲的名字加在上面。自然可以。俺不敢关，谢谢你，族长爷爷。谢谢族长爷爷。族长，只怕日后我们会被旁的宗族看不起啊！你真是鼠目寸光啊！来人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欺世盗名，颠倒黑白，现在就是对你的惩罚。拿下去！你敢？放手！我正说，跟你没完！爸，祭祖除了头香之外，就没什么别的东西了吧？这祭祖啊，也就是头香重要些，别的恐怕和你爸今天的一番举动有关。郑兄啊，这些年也没想着再找一个。妈，其实外面的世界现在发展的很快，我现在公司也很忙。再说了，刚刚找着球球，也没有那么多功夫。忙。你就是再忙，身边也该有个伴儿啊！再说，也该给你们玉恩弥补一下母爱，不是？哎，咱村的好姑娘也不少，你不行就在咱村找。妈，你就别跟着开玩笑了。哎呀，唐二姨来了，快快快进来，来！哎呀，二姨，哎。叫姨奶奶，姨奶奶，好，你家孩子真不错呀。嗯，听说孩子老婆没了。哎呀，这正经年，孩子在外边，真是不容易呀。哎呀，咱家那片那没嫁人的姑娘多了去了。哎，你赶紧给姨奶奶倒杯水去，回去回去去吧。你放心。个个都水灵着呢，你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去看一看。开车。爸，说咱们回家待了一天，怎么走了？没有，我这次回来啊，真住不了一点啊。你说我们每天一睁眼，一屋子七大姑八大姨，就是跟我相亲的。哎呦，等过段时间吧，过段时间把爷爷奶奶接到云南一块住啊。老人家也只是希望陆祖您身边能有人陪着。妈，我公司有点急事，我得回去处理一下。那你也不能不吱声就走啊。球球呢？球球跟我一块儿，过段时间再回来。奶奶，过段时间我们再回来看你啊。哎哎，那你这次回去啊，正好，你三舅妈刚刚说有个女孩跟你年龄相仿。人好得很，就是真的很好。我不管你啊，小心点，你三舅可没少帮衬咱家的事情。这你三舅妈介绍的人，你必须得跟我去，成不成的另说。行行行，我一定去啊。嗯，你刚才说呀，
一边还很忙，那我就不耽误你了，你们去忙吧。我走了，忙啊，我回去了。小娘，奶奶，哎，刘总，真羡慕你，早上开你的车。陆总，我妈今天没给我安排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吧？陆总，今天没有相亲的安排，是楚老那边来消息了。楚老，看来楚老也选定继承人呐。如今整个云城都在这样传，现在消息都传遍整个云城了。喂，小陆啊。哦，楚老你好。你那边有合适的合作对象吗？哦，楚老您的意思是这继承人。哈哈，小陆在云城，除了你谁还有资格能够做我的继承人呢？楚老您严重了，想当年要不是您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这继承人我看，小陆啊，当年是你救了我，说这些就生分了。没有，那是楚老您吉人自有天相。小陆啊，短短几年能够把合成集团做成如今的规模，没有魄力是不行的。至于合作对象的事，那就选林家吧。林家？你和林家？哦，算了，既然是你自己的选择，自然会相信你的。过几天我会过去亲自为你主持继承仪式。好，那就感谢楚老了。他找到他的女儿了，是曹二姐的孩子丢失以后，咱们再也没关注过。大哥，你这次提起来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见了，跟你们说一声。大哥，咱们是把他接回林家，还是？当年我们林家的损失，一定要有人来弥补。小妈，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？前两天刚见。还没来及跟您说。你是没来得及说还是不打算说？当年他跟那个穷小子私奔的时候，最疼他的就是你。把他给我领回来，我林家的血脉绝不允许流落在外面。哎，你慢点。干什么啊？咱们又不顺路。你说咱妈什么意思呀？我哪知道。你妈是不是担心那个汪费养不活自己女儿？哎呀，你这些事让老大操心就行了。再说了，你觉得咱妈会在乎这个？你说咱爸自从二姐去世之后，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妈做决定。他那么些年的变化，你还没感觉到吗？他是不会允许有东西脱离他的掌控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在记恨我？而没有他自己的命。我已经给过他很多次机会了，是他先抛出我们林家的。可当初如果您选择出手相助，你爸就是被他气死的，甚至都没有回来看他一眼。去干什么？去准备和亲老继承人合作的材料。不用了，合作对象已经定下来了。就是我们林家，继承人已经现身云城，这件事儿不是我们林家的登天之梯。陆总，出事了。什么事儿啊，这么慌张？楚老继承人宣布和林家合作的消息已经传到整个云城了。没想到楚老动得这么快，倒是你为我省了很多事。这不是好事吗？宣布和林家合作的人不是你，是他。合作愉快。大夏商业帝国创始人、亚太金融圈风向掌舵人楚老刚刚宣布继承人花落云城，与林家的合作随即便被敲定下来。接下来随我们直击林氏的新闻现场。请问林家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获得如此商业巨擘的青睐的呢？首先，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。
我们林家与张先生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共识。其次，我们林家明天会为张先生设下宴会，届时我们会下发与林家合作的招标名额，还请诸位云城的商界前辈能够赏脸，到时候我会为大家答疑解惑。他是继承人，那我是谁？要不咱们问问楚老？不用了，楚老说过他会亲自过来，算算时间的话也快了，真的假不了，这要是假的他也不可能是真的，咱们姑且静观其变吧。哎，求求那边是不是会结束了？是的，咱们先去接求求。咱们先休息一下。好的，老师。球球。爸。哎。累不累啊？不累。其实你想学的话，我找个老师到家里去教你就行。嗯，这边热闹，而且呢这边的老师同学都对我特别好。你开心就行。我看见陆振雄带着一姑娘，应该是二姐的女儿，赶紧带人过来。别太累了啊。嗯。爸爸在门口等你。好。陆总，你要不要现在就坐着休息一下？你的腿。好。小姐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？小姐，小姐，这个就给我抱起来。好的。喂，他们刚才出去了，穿蓝色衣服那个，应该就是二姐。哎，小姐，你的衣服，你的钱，小姐。其实我也想学跳舞。真的？但是我这个腿应该是修不了了。那我这个爱好应该是随您了。哎，站住！陆总，求救！求救！陆总，我马上派人去查。要快！陆总，你在这买衣服？他戴着个墨镜，穿了一条黄色的裙子，他的衣服都没拿走，他就着急忙慌的走了。求救！求救！求救！陆总，是林天骄。孩子，这么急着叫我们来，有什么事啊？是啊，人家头发都还没做完。今天我叫你们过来，有两件事情要跟你们说。这第一件事情，想必你们也知道。秦老要在我们云城选定继承人，而选定之后会为新的继承人挑选合作伙伴。大哥，这事儿没听说。这两年云城的河神集团势头很猛啊。区区一个新兴集团罢了，才刚刚六七年，而我们林家可是矗立在云城数十年，这两年进军商界的朋友更是数不胜数。我已经跟几大家族说好了，这次的合作目标林家势在必得，这都是已经敲定的事情了，还叫我们来做什么？害我头发都没过。第二件事情，我前两天见你们二姐的孩子。什么？什么？林先生，我这就不讨扰了，还麻烦您明天一定得给个机会。啊，就这了。
累死了。你累什么累？什么都没干。在门口怎么这么多车啊？啊，那些人是为了明天的事来求我们。他还真挺像二姐的。你怎么知道是他？我就是今天逛街的时候遇到那死瘸子了，你们知道吗？那死瘸子身边有个女人，那身材，那大身大，我就是替二姐感到不值。这林家什么事咱妈不知道？妈，妈，老四这事儿做的不错。什么人啊？是你？你们要干什么呀？哼，无礼！果真没人教。这位是你外婆，而这两位是你的小姨和小舅舅。你把我爸怎么了？进了我林家的大门，就别再惦记着那个废物。以后你就留在这儿，老四他就交给你了。身上流着我们林家的血，到时候出去可别让人说我们林家没有教养。是，我高攀不起。这估计都是因为今天上午的新闻。林家在云城本来就人脉广泛。走，你给我个机会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走。哎，我已经去过很多家公司了，我求求你们给我个机会吧。惹了林家，你还想在云城找到工作？做梦吧你！陆总，咱们真的不报警吗？算了。我跟林家之间，终归会有这么一天的。妈，舅舅一开开门，是舅舅自己的。大哥，大哥，你舅舅可行？大哥是你亲妹妹啊。银行卡被冻结了，我现在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啊。大哥，你救救他。老大，你要是再跟他多说一句话，你给我滚出林家。妈，大哥，你别走。大哥，啊啊！他是你亲女儿，你救救他！啊！怎么是你？不是说合成集团的人来了吗？是你让人把秋秋带走的，是妈叫的。林家老太。大哥，我说那个人就是他。既然你都有了自己的生活。回去吧，你给不了孩子想要的。当年你们就是用这句话没有这道门，让我和可琴天人相隔。现在你们还想用这句话，还想用这道门把我和我女儿分开，绝无可能。看来这些年你倒是有了些自己的地位。不劳林总记挂，当年可琴去世的时候，我孤苦无依，几近绝望。好在后来我遇到了贵人，这些年也算小有所成，照顾好自己的女儿没有问题。张秘书，唐总，您这是？今早林家不是刚宣布那什么吗？这不就提前过来，好事先打个招呼。哎，你们合成集团也是打算和林家合作？这个贵人，你说的贵人
就是合成集团的一个秘书啊。靠着吃软饭，在我林家大放厥词，不就说嘛，单数我二姐是相爷。那什么，我就先告辞了哈。张秘书，你听到了吧？他说你是我的贵人。就你这个废物，当初靠近我姐一定没安好心，一定是想要我们林家的后代来要挟我们林家，想要得到的更多。乔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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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废物怎么在这儿？快点把他赶走，别碍了来客的眼。要是再跟他多说一句话，别给我滚出林家。过了这么多年，林老太还是一点都没变啊。你别以为你拍我马屁就可以。老四，既然有了自己的生活，那孩子就更应该留在林家。你与林家的恩怨就此结束了。那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林家的大恩大德呀？一个吃软饭的，就算是把孩子留给你，将来也会被人搓脊梁骨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。你拿什么跟我们林家比？张口林家，闭口林家，难道在整个云城就你林家独大吗？陆正雄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没有认清你与我林家的差距。看在二妹的面子上，我就不为难你了。一会儿给来宾说一声，今天我林家不见客，明天我会在宴会上解释。当初二妹说过，她相信自己的，她相信终有一天会凭着自己的努力站在这云城之巅。但现在看来，我也看错眼了。陆总，要不要？有他在，我倒是不用担心球球会吃我。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住手！我看谁敢动！我好好瞧瞧他，他怎么会听我的话？没这么做，哪是乔乔的？也是您的外孙女。他就是因为身上流着林家的血，才要让他听话。不然像他妈一样。住手！想造反不成？把他交给我，你也别这事看着。您这是叫着。以后他不恨你就不错。你，妈，我见过你的陆氏，不过是个吃软饭的窝囊废。等到这孩子见到咱们林家和这个废物的区别，一定会轻信是咱们林家的血脉了。还是你懂事。你以后。就住这儿吧。求求你了，放我走吧，行不行？大哥，你舅舅可听？大哥是你亲妹妹啊！真的是跟你那废物爸一样。我妈才不是废物，是你虚伪的人不知道交多少费。陆总，集团那边来消息了，林家的宴会也邀请了您。一个假的继承人，居然让整个云城为之牵动，难道就没有人去核实他的身份吗？楚老那边对继承人身份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严谨。楚老做事一向是面面俱到，楚老知道这次假继承人的事情。楚老那边的意思是交给您来处理，不如我们就借这次机会取消和林家的合作。之所以选择林家，主要还是因为林公之子，他也是时候该接管林家。可是今天他对您……当初林家对我赶尽杀绝，如果没有他，恐怕我连喘息的机会。这是林家其余的人。
的确要让他们尝试一下坠入深渊的感觉。此番与楚老的继承人达成合作，这林家怕是要飞上云霄了。开什么玩笑，林家在云城的影响力本来就可以算得上只手遮天。十几年前有一个穷小子把林家二女儿拐跑，林家一声令下，那时候的发展可以比现在。那穷小子直接就在云城没了。还有这种事？那云城这合成集团听说啊，那是外地资金的扶持，不过短短几年就能有如今的规模，他们的老总估计也算是个人物。林祖母，恭喜啊！楚老的名声加上林家在云城的影响力，未来林家怕是要与楚老齐名啊！赵总说笑了，我们林家能有今天，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啊！您客气。师傅，你怎么把他带来了？嗯。大哥，就是。好好好，我就喜欢懂事的孩子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外孙女，是我们林家的掌上明珠。以后呀，你就叫林芊芊。林家主母，恭喜你双喜临门啊！不愧是林家呀，果然有气派。陆总，楚老那边来消息了，他已经到云城了。看来今天林家这个主场得由我来接管了。我们要把事情做得漂漂亮亮的，等着楚老过来。都不行，今天这个会场只准进不准出。把这里围起来，只准进不准出。你去哪里？你放开我！给我放开！别忘了，你是林家的人。那我妈呢？秋秋，你没受委屈吧？那你说的对，他就是看不起我。这是谁啊？莫非他就是当年被林家赶尽杀绝的那个穷小子？陆振雄，你竟敢带着你的情人来我林家晚宴闹事，保安呢？保安，你们怎么办事的？让一个臭瘸子和这个贱人混了进来？小姐，这都是老太太吩咐的。说林家今天大喜临门，来者无泪，要与众同喜。隔壁还专门开了两桌，招待一些上门讨喜的乞丐呢。没想到啊，林家老太这么有善心。今天林家大喜，不光把这个宴会弄得这么恢弘，还有善心去可能要饭。那我当年跪在你们林家门口求你救救你亲生女儿的时候，你怎么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？爸，他们才把我关起来，让我听他们的话。居然还有这种事？老哥，你是云城人？确实如此。这件事早就传遍了云城，当年林氏集团的股份一路暴跌，只不过林家凭借着自己在云城的影响力，没过多久就又稳定了下来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陆正雄，要怪就只能怪你没本事。我没本事，当初我确实是义务，但是如果不是你们林家对我赶尽杀绝，凭我自己也足以让可心活得不那么痛苦。你现在还活着，
就说明我林家对你已经手下留情了。今天是我林家的大日子，若你再不走，我会让你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什么叫赶尽杀绝。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你们林家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你算什么东西，竟敢在这里摆姿态。如今我林家可是跟楚老搭上关系了，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云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一个吃软饭的在这种场合还想来辱我林家，侵占我林家不成？想起来了，他就是留了在林家门口，搞得最后大家都没怪过。废，原来是他呀，他就是昨天气走林总的那个傻逼。大家之所以没办法，都是因为被他搅和。各位，这人可在林家的宴会上闹事，我云氏集团跟林家合作多年，让林家不云氏第一个不能输，你愿意替林家处理这个碍眼的东西？给我查，我倒要看看他现在有什么背景，我娘家定要让他破产倒闭。我黄家愿意连同在场诸位共同讨之。诸位，你们不用再费心。我叫陆正雄，是河伯姑姑。都这个年纪了，居然还能说出如此幼稚的话。怎么，吃着你合成集团秘书的软饭，还惦记着人家合成集团的产业？这么多年，你是在外面穷疯了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合成集团的总裁确实鲜有露面。总裁？他是总裁，他是总裁能在我林家门前跪下，少在我面前作死？啊，不不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再说了，这合成集团虽然发展迅速，但是相比这林家呀，还是有一定距离的，尤其是在这资源上。不错，如今林家与楚老的继承人打成合作，日后必然不会在这小小的云城，往后啊，在座的诸位还得仰仗你。陆振雄，你看见了吗？你与我林家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，你将我林家视为敌控，而你在我林家面前微如草芥。我能将合成集团带到今日之地，你所背靠的那个所谓的什么继承人，不过是养他人于嬉皮。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吗？楚老的商业帝国在大夏树立，他所指定的继承人岂是你一个软饭佬能够说的？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说的这个继承人是不是有三头六臂。随我去迎接张先生。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商业巨子。张先生，林总不必客气。对，张先生，张先生好，张先生好。这位是啊，张先生不必在意。张先生，他不过是一个疯子，多年以前对我林家摇尾乞怜，现在吃上一口软饭以后，却敢叫嚣自己是云城集团的总裁。张先生是吧？怎么称呼？不敢。我叫陆正雄，是合成集团的总裁。听闻张先生继承了楚老的产业，还要在这云城落脚，慕名而来。听你的意思，你想和我合作？正有此意。张先生，合成集团，我听说过，这几年发展得很快，不过很可惜啊，我们已经选择了和林家合作。阿谦，诸位也不必担心，今天我再找楚老向大家传达一个消息，我们决定将合作权分给人拍制，拍人卖制。林先生，咱不是说好了与我们林家合作吗？林总，楚老那边传上话来，合作一事不能厚此薄彼，我们落脚临城不是来做豪家先生的，要与大家齐头并进。这
林总，楚老的意思。诸位，楚老萌生了退隐之意，让我来承接整个目的呢，也是为了帮众多的企业。今天就借林家这个宴会，向大家传达消息。那是怎么个拍卖法啊？你怎么还搭上枪了？我要是不搭枪了，他们的马脚怎么能这么快就露出来？陆总，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很简单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决定将合作权按照产业不同分成十份，尽赔而得。看样子你们林家不是唯一的选择。就算是这样，有林家照样可以拍下。你还是个废物。好，诸位尽快开始。第一份，纺织产业合作伙伴，尽快开始。我出五十万。你拿得出五十万吗？一百万。两百万。我出五百万。五百万。五百万一次还要不要？不行，你就不怕别人跟拍他拿着五十万跑吗？他们能跑哪去？还有没有？一千万。一千万。一千万一次。还有没有？一千万两次。一千万三次。成交。恭喜林家之母获得合作权，下面我们继续合作权拍卖。恭喜啊，恭喜您和楚老的继承人合作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没想干什么呀，我是来道喜的呀。恭喜你们林家从此之后就得道升天了呀。我出四千万。我出四千五百万。六千万。林家此番举动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是啊，这林家已经拍了八个名额了，就最后两个，就像你给拍去了一个。林家势大，人家有的是钱，人家往外掏的也是实打实的钞票，你们自己没钱还不让人家拍啊？你少在这阴阳怪气，这些合作本就该是我林家的。妈，咱们林家的账上只有几个亿，您这一口喊出去，账上就只剩八千多万了，再多我们林家产业会受到影响。怕什么？和楚家合作还怕日后赚不回来吗？那也不能叫您一家全赚了去啊。各位，最后一个，尽快开始。三千万。四千万。闭嘴，没有远见的东西，你以后还怎么打理林氏？太过分了。是啊，说好了大家一起，这林家就吞了一大半的。七千九百万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要说什么？这小妮子怎么突然间那么听话？你要想见你爸爸，最好听我的话。只要你乖乖听外婆的话，用不了多久你就能自己去找你爸爸。诸位，感谢诸位赏脸参加我林家和张先生的合作宴会。在宴会开始之前呢，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喜讯。我林家遗失在外的明珠如今重返林家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林家失落在外的成员。我的外孙女儿林芊芊。她叫陆明月。爸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你们花了将近两个亿，却连张废纸都没买到。你没听见张先生说不日将亲自登门把合同送来，你是聋了吗？你们是怎么知道他就是楚老的继承人的？这个继承人是不是突然出现的？整个云城谁人不知楚老的继承人花落云城？那你们又是如何求证他就是楚老的继承人的？这个人又有什么资格身居继承人之位？你胡言乱语，楚老的继承人谁敢冒充？看来你真的是老眼观花了，你们林家在你手上看来是一定要衰败了。一定是你和他们串通好了来诓骗我们。
我？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承认刚才那个人就是骗子？这可是我们王家全部家产呐、啊！妈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一个土鬼，又怎么可能认识楚老？又怎么可能认识真的继承人？我都能知道。8000万。诸位，还请尽快把钱款转交到我手上。我老人家楚老复命。什么？难道说楚老也来云城了？楚老现在在云城。是的，还请获得合作权的尽快把钱款转交到我手上。我老人家楚老复命，将拟定好的合同。好好好，还不快点把钱打到张先生的账户上。恭喜啊。现在知道和我们林家的差距了吧？对，我这就向楚老复命，改日我一定拿着合同亲自一登门拜访。还说自己是和神集团的总裁，破线了吧？合作名额一个都没排到。你以为我跟你们一样，会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交给一个骗子？他都能知道。楚老，楚老，真是楚老啊！楚老，楚老，哎，我林家有救了！哎，老身见过楚老。楚老，刚才出去那位，真的是你定下的继承人吗？我没见到什么人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不是。楚老，哎呀，这个怎么办？什么？楚老，刚才那个人骗了在场我们所有的人，说他是您的继承人，卷走了我们所有人的钱。什么叫你们的钱呢？被卷走的不是只有你们林家一家的钱吗？你是啊，林家此举实在是自作自受啊！贪心不足蛇吞象。此等境遇就是报应。哎，诸位听我说，林家替我们挡了多大的灾祸呀，人家还承受了这么大的损失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再言语辱骂，那不是落井下石吗？你给我闭嘴。觉得这个爷爷好厉害。一会儿爸爸给你介绍认识一下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就你也去配认识楚老？林家老太，要不是看在你生了可亲的份上，你们林家早就破产了。你不要太放肆，要我林家破产，在场除了楚老有资格说这句话。你不要太狂妄。好啊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不要和那个废物废话。楚老，还请你伸出手救救我们林家呀。怎么？刚才那个骗子骗走了我们林家所有的钱，我们林家的企业将来可能会面临巨大的资金问题呀，还请楚老您施出援手呀。这是啊，你们林家不是和我的继承人是合作关系吗？您是说？哎，可惜呀、啊，好像你们和他有矛盾。我们都不认识你的继承人，怎么会和他有矛盾呢？做我的继承人还像件样子吗？他竟然真的是楚老的继承人啊！多谢楚老的栽培。这些话以后都不要再说了，只是给你提供一点方便嘛。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己在做的。明月过来，这是我女儿陆明月，叫爷爷。楚爷爷好。好，乖。妈，妈，看起来
可心确实没有看错人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放过林家？林家，你不是和林家是合作关系吗？楚老，我原本是想跟他们合作的，但是我后来又改变主意了，我觉得他们林家没有资格跟我们合作。 诸位，接下来我将以合成集团为基础，全面的接收楚老的产业。在以后的日子，在这云城，还望与诸君共勉呐。至于你们林家，我和楚老原本是想和你们合作的，只可惜林家老太，就是你们的林家主母。 却把你们林家拖入了深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不过是一个对我林家摇尾乞怜的废物。当年你应该给可卿一个机会的，其实也是给你们林家一个机会。楚老，感谢您这些年对我的帮助。 还说这些啊？我要是你啊，就没有这个好青年，还给他们一个机会。楚老，您说的对，他们确实不值得可怜。但是我想到，如果可心在的话，他应该不忍心我伤害他们的家人。哈哈哈，好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走吧。 咱们把爷爷奶奶接到云城来。好。楚老，楚老，张水儿。楚老，你认识他？哼，以前在越国我的一个首相，挪用公款禁衣，前两天刚被查出来的，现在又来到这里诈骗来了。你是怎么抓到他的？其实你们这儿早就被我包围了。 恐怕今天要接你的主场，说一些问题。现在对你说的话，我能说不吗？哥，当年的事儿，谢谢你，但是林家的账还是要算的。